好了，兄弟们哈，小孩昨天出生的，今天去办出院手续哈，在这边住了一个晚上，没什么问题就可以回家了。忘了拿一张发票，还差一张发票，去拿一下。我看到老二来了，看到他车来了。这老二估计是带着哪个小三打胎来了。干啥？你带小三打胎吗？对呀、啊，堕胎来了啊！验证你到底是嘚瑟还是扒皮。你去看一下，啊、我不嘚瑟啊！你不嘚瑟、啊，我就在你面前嘚瑟呀、啊！我看一下，到底骗我还是忽悠我？跟你讲啊，懒得讨婆婆来干嘛？有事啊？有事来看我的是吧？不一样，我看你，我有点事情，然后顺便过来看一下。顺便来看我的，没诚意。你三八的红包给你。出院了，兄弟们啊！老二真的是，这不是给我增加负担吗？拎过来我要拎回去，拎这么多。拉鞭炮出来喽！小闺女好好睡哈，好好坐月子啊，接下来就好好坐月子。我去看一下爸，我去看一下我那几只狗狗去了哈。嗯，我老爸在做饭，你怎么能做这种菜？这哪上了台面了？冬瓜、花菜、空心菜、辣椒。好歹搞两个硬菜啊，这个菜，哎呀，茄子，这吃一瞧是蒜，那大喜是不是得搞点肉吃啊？老妈，我都买哈子了，你说，你说你烧牛，你整不住哈子，你总没问题呢。这两天是我爸喂的，出来，真好太阳，晒我，杀菌啊，先吃饭哈，这狗子还没饿，早上我爸喂了，等我吃完饭就差不多饿了再喂。心愿已了啊，以后就好好上班干活了啊。刚好我吃完饭了，狗子就起来了，饿了。这些狗子哈，嘿嘿，我这家里有只，把门口这个狗子，你看这边的狗子，哎呀，喂了一个小时哈，还没过去，这搞的，这个光疼哎。我爸说他喂，昨天晚上喂了一个小时才喂好。这是我爸设计的哈，自动吸奶器，让他们自己吸。都这么大了，是该自己吸了哈，自己抢，还要我一个个喂啊，啊？对，自己吸。观察一下，看看他怎么吸的。打抢。又打抢。奶嘴太少了啊！好，又来一个，好。吃饱为止哈。还是有点傻。找不到，怎么那么笨呢？啊，对，一人吸一口，让他们自己去习惯哈。这样挺好的哈，让他们自己吸自己抢，啊，不能当宝宝一样一个个喂。观察一下他们啊，保证他们每一只都喝饱了。现在一瓶不够了，要一瓶多一点。还有10天就满月了，到时候啊搞点稀饭喝喝。这些狗子们啊，主要是没有母狗带，有母狗带的话可能会比现在还要大一点。嘿嘿，那抢得多过瘾，这样他才能看出哪只狗子弱，哪只狗子强悍一点。